叫阿角，但是我真的名字叫徐文凯。阿角是我在互联网上用的 ID， 我也用这个名字来做展览，也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出现。Body Shadow 其实我们用了并不难的方式来处理了纹身跟那个中医的关系。基于中医的一些假说，我们做了一套离子系统，模拟了整个经络在运动时候的状况，得到了一个简单的颗粒的轨迹，我们把它变成了纹身，回到身体上。我的大部分的作品其实都跟互联网的文化或者互联网的结构有关联。屏幕一带做了一个白色的很大的装置，在装置内部其实有六块屏幕拼的六件那个屏幕的作品，讨论信息跟人的关系。然后屏幕一带其实还有个分支，我们后来做了一套手势，跟屏幕作品是一一对应的，叫饰物。一张桌子上面有六种首饰，大家可以去试着佩戴，甚至是可以去购买的，把它变为一个小的收藏。从屏幕一带到枯山水其实有一个跳跃，我觉得它有日本的或者说叫东方的禅意在，是一个很宁静的作品，但是它给你的感觉是它好像蓄势待发。枯山水除了它有这个我们用静止的东西做动态的这样意思之外，我们塑造了一种虚拟的物体放在了真实中，当我们去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你其实很难去区别到底我们是在一个真实的空间还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最容易感触到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区分真实跟虚拟了。我感兴趣还是互联网对人或者说对人的这种线下的社会的一种影响。我接触到所有的事情里面它是变化最快的，我以它为一个基础来做作品，有足够的刺激，我可以尝试各种可能性。